在那里，我和小梅接上了头。柳州的青阳客栈，正是。那后来呢？十几天后，我接到小梅的一封密信，要我在大洋山的古庙里等她。我等了五六个晚上，终于在几天前的夜里，小梅来了，却身负重伤。我解决了追杀她的人，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。小梅真是个义女啊。她是为了我，都是为了我。我害死了她，害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。刘燕呢，小梅是为了仁侠，为了义气，为了江山社稷。她的死可以说是重如泰山呢。比之蛇灵当中那些披着人皮的禽兽，苟活于人世之间，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。好，元芳，小梅临终时还说了些什么？她在弥留之际，只是断断续续的说了几句。小梅，小梅，小梅，你怎么样？洛阳哪里？山，日山。啊！小梅，小梅，这就是他临终前所说的话。我想，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们蛇灵下一步的行动计划，可惜伤势过重，话没有说完。是的，我也是这么想。
这些天我翻来覆去把这几句话想了很多遍，可就是参详不出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。正是。这几句话一定非常重要，否则小梅绝不会在弥留之际特意说出这几个字来。可是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在蛇林里一共有六位杀手位列总坛，被称作六大蛇手，排名第一的是闪灵。是这样。大人，您想到了什么？如烟，记得几天前你曾经对我说过，蛇灵之中有六大蛇手，其中排位第一的叫闪灵，对吗？正是。那么小梅所说的这个闪字便是闪灵。闪灵？正是。之后小梅又断断续续地说到寒，对吗？元芳。是的。那这个寒是什么意思？他说的是寒光寺。寒光寺？正是。可是闪灵跟寒光寺有什么关系啊？皇帝在明天清晨要临幸寒光寺。啊，你是说闪灵要到寒光寺中赐驾？啊，小梅临终之前说的这几句话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闪灵奉命在寒光寺中埋伏，企图赐驾，因此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。哦，不错。当时他对我说的话如果连贯起来，正是赶回洛阳、闪灵、寒光寺。而且今日牵牛卫大将军桓斌率卫士清查寒光寺，在后园之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。无头男尸？嗯，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？不可说，现在
还不可说呀。叔父，现在怎么办？元芳，我们马上去面圣。是。朕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传旨监门卫士关闭宫门。是。狄阁老，李将军。樊老通禀，就说我有要事要求见皇上。阁老，皇上已经睡下了。有什么事你明天再来吧。请你立即进内唤醒皇帝，就说性命攸关，请他务必允我觐见。阁老，您知道皇上的脾气，一旦他睡熟了，任何人也不敢把他惊醒，否则卑职项上的人头恐怕就难保了。我看您还是明天再来吧。大人，怎么办？元芳，立刻回府招来八大军头，我们马上赶往寒光寺。是。皇上来进香，可把寺里的这些师傅们忙坏了。自十几天前开始，每天都要练上三四个时辰。他们是怕唱不好，皇上打屁股。他们唱不好，不过是打打屁股。可咱们要是出了错，那可就是掉脑袋。今天早晨的无头尸案还没有弄清楚，因此绝不能再出意外。把眼睛给我睁大了，千万不要松懈。是是。何人在此处值守啊？是卑职。你马上替我请桓大将军来，说我有急事要见他。是。下马吧。是。走。阁老。啊，桓大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是不是今早的无头尸案有眉目了？情况万分紧急，还望大将军能够协助本阁彻底清查寒光寺。哎，这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阁老，请随我来。元芳。
弟。是。仔细搜查，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快！是。发现任何异常，元芳，命令卫士对大殿严加看守，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。是。嗯，大人，以末将看来，如此严密的戒备，再厉害的杀手他也不可能进得来，是不是消息有误？大将军，何处梵唱阵阵呢？哦，是寺里的和尚在诵唱太平经呢。哦，在什么地方？在第四进的佛陀殿。阁老，皇帝进香通常是到三进的弥勒殿而止，他老人家是不会进到第四进的。以末将愚见，那里就不必查了吧。嗯，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弟兄们，大家分别把守大殿的各个角落。是。你们几个到那边。是。停止诵经啊！是，不必。大将军，别那么紧张，脸色放轻松一点，让大家照旧吧。照旧。是。大将军，这位大人是当朝宰府狄阁老。哦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。狄公，阿弥陀佛，老衲要亲自为狄公奉茶。大师，你就免了吧。狄公，他不想打扰你们，只是随便看看。阿弥陀佛，将军请。you
将军，那具无头尸体现在何处啊？在后院的柴房里。命千牛卫严守偏殿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走，去柴房。要找暗藏在寺中的杀手吗？可为什么到这儿来啊？大将军，我们正是在查找杀手啊！啊，您的意思是，末将糊涂了？大将军不要着急啊，命人把尸体抬出去。是。来人，把尸体抬出去。走吧。是。来了，来，过来。元芳。一般情况下，凶手杀人之后，为什么要将死者的头颅占去？这，啊，你不要想眼下这件案子，就说平时，倘若你遇到这种情况，会怎么分析呢？只有一种解释，当然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。不错。今天早晨我对你们说过，这个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，还记得吗？大人。您走之后，贫僧在暗中又将何寺的僧侣仔细地点查了一遍，确实没有缺失人口啊。当然不会缺失人口，否则凶手就不会斩下死者的头颅了。阁老，末将完全糊涂了。大人，我明白了，凶手之所以掩盖死者的身份，定是要以易容之术扮成死者的模样，混入众僧之中，待机行动。什么？易容？正是。凶手斩去死者的头颅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，如果留着头颅，一旦尸体被发现，就立刻能够辨认出死者的身份。第二，凶手杀掉死者就是为了化妆成死者的模样，混在众僧之中，待皇帝临幸，在人丛之中暗下杀手，然后趁乱逃走。净空师傅，啊，这就是寺中人口并未缺失的原因，那是因为凶手用自己替换了死者的身份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替换？正是。大人，您是说，有人杀了庙中的僧人，扮成他的样子混进了众僧之中？嗯。阁老，这是不是太悬了？大将军。当你看到了事情真相之时，就不会觉得悬了，而且还会觉得顺情入理，精巧细密。元芳，你说呢？非常合理，可以说这是唯一的结论。二位，我敢断言，凶手现正坐于偏殿之中，与寺中众僧共同诵经。啊！叔父，你说凶手会不会是闪灵啊？现在还不好说呀，只有抓到这个凶手才能确定他的身份。可是现在凶手已扮成死者的模样混迹于众僧之中，而我们又不知死者是谁，要怎样才能将凶手找出来呢？大人，我们可以对寺中的众僧逐个询问，凶手定会露出马脚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这好办，将这一干僧侣全抓起来啊，等皇上进了香再说。可这怎么能行啊？大将军，那明日皇上看到的将是一座空寺。是啊。嗨，瞧我这脑子，竟出这种馊主意。可阁老，那怎么办呢？如燕，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，蛇灵属下的所有人身上都佩戴一块蛇形木牌。是啊，小梅那一块就在小女身上。停止肃清！停止肃清！算什么呀？
诸位师父，今天早晨牵牛卫在后园之中发现了本寺一名僧侣的无头尸身，而且这个凶手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。我知道他是谁，甚至我还知道他现在所站的位置。不要以为我是在诈你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我劝你还是自己站出来。好极了，看来我还要把事情讲得再明确一点。这个凶手是蛇灵属下的杀手，刚才在搜查僧房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一枚他佩戴在身上的蛇形木牌。怎么，你还不站出来吗？你，请站出来。请你用梵文念诵一段《金刚经》。我。方丈大师，想不到此次在恭迎皇帝临幸的僧侣之中，竟然有人不会用梵文诵经，这可真是滥竽充数。大人，这绝对不可能啊！法能，平常你在寺里用梵文诵经也是数一数二的，怎么今日这等出丑？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。他根本就不是法能，真正的法能就是现在躺在地上的这具无头尸身。大人，不会吧？站在您面前的就是法能啊！正是。用一句你们出家人的话说，这不过是一副皮囊。元芳，动手。大人，您真的说对了。元芳，怎么样？不太像。如烟，你觉得呢？我来试试。
如烟，怎么样？我也没有见过闪灵的真面目，不过以他的武功来看，应该不是闪灵。绝对不是。虎静辉的武功我见过，他在蛇灵中不过排名第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此人非但不是闪灵，而且绝不在六大蛇首之列。现在你对蛇灵的了解已经跟我差不多了。还不是拜你所赐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们堂主是谁？是血灵吗？啊，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哼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变灵苏显儿。啊，是你？不错，是我。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，否则以我的手段对付你，叫你生不如死。我是武坛血灵的属下。什么？血灵真的在这儿？不好，无影针。看来这一次他们是势在必得呀！将他抬走。是。阁老，现在怎么办？阁老，你末将于剑，明早咱们赶到上阳宫，把事情的原委说明，请陛下取消进香之行。今夜我已经去过上阳宫了，就是想向皇帝说明此事。可是，明日五谷、銮驾、仪仗、鲁布俱已备好。就是严明状况，皇帝也不会取消此行。为什么？哼，你还不了解皇上吗？嗯，事关天子威仪，就是再危险，他也不会事到临急改变行程来向敌人示弱。这可关乎着天子的尊严，关乎着朝廷的尊严。阁老，要是明天真出了事，末将是万死难辞其咎啊！别急，别急，让我再想想。什么动静吗？没有，一切正常。大人有令，所有人撤到殿外守候，熄灭殿中灯火。是，快将烛火熄灭。是。从来没有佩服过谁，但是你例外。
早就听说东营有一门奇绝的武功，名叫忍术，能在人前隐身遁形而不被发现。我一直将信将疑，今天终于见到。其实我更佩服你，竟能够发现我的踪迹。自我出道至今，你是唯一一个。要不是为了杀死假法能灭口，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你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？自己做的事需要我来解释？当然不用。我已经明白了。你的话很奇怪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事比有人出现在我背后更令我感到奇怪。看得出你是个自重身份的人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刚才在我背后偷袭，现在我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闪灵吧。哦，你竟然知道闪灵？这比你出现在我背后还令我感到惊奇。我知道的远比你能想到的多得多。你是李元芳？不错，是我。能告诉我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吗？不知我们两个人谁更快一些。可以试一试。这就是闪灵吧？应该是的。叔父，你看。叔父，远方没事吧？你说呢？你太快了。到今天我才明白，这正是我的弱点。举轻若重，大巧思拙，这才是真谛。
你的剑其实是在引诱我，最后出刀才是致命的一击。可以这么说。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，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？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我一个人。你相信我？虽然你是杀手，但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。谢谢。但是我要跟你说再见了。我看不出你怎么能从我的刀下逃走。如果刚刚你的刀一挥，我就再也不会逃走了。但是只要你给了我时间，那么你就再也留不住我了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